竟然是全荧幕。什么8×6的圆柱？发疯！现在还有谁在用800×600吧？我这样太过分了。好看，这个UX 有一点点麻烦。好大声！等一下，哼 ，OK， 2560×1920，这怎么滑？好啊，都这样开啊！啊，那你麦是不是又选错？哈，这好雷哦，我要发疯了。真的吗？我都没有调欸，他每次都乱跑。没有欸，我没有选错啊，是这个啊。有回音是不是？这个没错啊，我没有调。怎么这样？怎么了？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哎咻，他这样子的欸。这样有好一点吗？哇，看一下哦，我要选哪一个啊？就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概念。我要长方形的，长方形的就代表，如果是这样的话，2560。1600这样子，赶快是长方形的，多怪啊！好像要再更长一点才对，那就要1400。1440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个啊？你要去？不是的，2560。对啊，重点是他还有重复的欸，行欸，怎么可以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个？这是有什么差？这个是 bug， 我要生气了。这个好小，我看不到，我要发疯了。2560。1440还是要20？哎，就这样吧，就这样子。哈哈哈。等一下哦。还是我就乖乖的用这么小的啊，我用这么小的玩，我一直觉得我手很痒，我刚被蚊子直接咬成智障。可是这个你们看起来很雾吧？会吗？哎，这个游戏主要是玩解析度吗？对啊，我已经在玩啦，我开一段时间了呢。你没有发现吗？这游戏就是在挑解析度。还是我改成2560好了。
2560×1440，这几个2560有什么差啊？好啦，就这样子。对，好，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直播模式是什么？开启直播模式 ，Twitch 频道名称小心小写字母。这好玩，我打一下。聊天，哎，这个很好玩的感觉吗？是吗？聊天指令为死，什么意思？哦，他你们可以操，哎，你们可以操纵我吗？的那个选项是不是？这个。那我现在是要干嘛？我现在是要，我要确认我的 Twitch 的频道名称是这个，对，是，不要惊叹号啦 ，die， 这是死的指令 ，die， 啊，还是我打去死？不要了，感觉在骂人。为什么会一直按到投票倒数计时？狗带，好，狗带有比较好吗？啊，狗力是什么啊？狗力是什么？狗带是十，狗力是什么？如果开启直播模式，一个叫做 Reaper Beep Boop 的机器人，哦，好，好，我不确定它能不能，它可以中文吗？我不确定它支不支援中文欸，应该可以吧？啊，我不能打中文欸，可以。狗带，哪个带？就这个带吧。可是它也不是火欸，它只是让它留下来而已。为什么会有两个狗带？狗带，狗力。好荒谬哦！为什么又不能打英文了？中文了，狗力，好吧。好，三十，哎，一直按到了。加入你的频道聊天室之后，你的办公桌上会出现一本小黄书。不要，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人，就只有你。观众可以在聊天区域发送特定指令投票，指令如下：点击小红书后开启投票功能，计时结束后将你向你展示投票结果，小红书就可以了。好吧，我们应该不需要投票那么久啊，因为我们没什么人，十秒吧。好的 ，OK， 那应该有保存吧？有的，好的，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就跳过档案标记确认完。什么意思？没关系，先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开始吧。卡莉的一声，酸柠檬进入游戏界面，为什么？哎，跳过序章，中间是什么？哦，他是……哦哦，我是一个人。嗯，登录在上面的餐饮店家会在若干之后狗带，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命运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哎，这个好酷哦！这个是酸柠檬，哎，哦，它是这样子的。OK， 我皱了眉头，哎，叹了口气，出去了1801门，然后哎，这是那个哎，披头士，然后继续走到了 market， 然后买了柠檬。然后有人戳了我的肩膀，还戳了我的头，我超气，我臭子好少，
然后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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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回到了我1801号房，然后我现在准备诅咒他，因为他摸了我的肩膀。你，哎，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暴走姐？这是谁啊？死神你啊？我有点废，我看起来好菜哦，这什么意思？哦，可以选。哇哦，这个好像那个墨西哥，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我是透明的，哎，好像我只有几个那个哦。我要稍包一点，我要看起来帅一点。我喜欢这个有爱心。这太花了，不要好了，还是透明的好了。开始充满官僚主义的来生，不要，不要吧？没有可以挑的了吗？在戏院里面发癫，不要碰我肩膀！哦，对对对对对，啊，原来那个不是在捷运站哦。新的死神终于苏醒了。What a momentous day！ 他会讲话。Honored to welcome you.Into our world. 是在车厢里吧？哦，是在车厢里哦。我也记得是车厢里啊。讲错了，捷运车厢啦。死神28号，我的命运，我是世界秩序的守护者。我在哪里？你是谁？你刚刚叫我什么？很高兴认识你。我能当命运吗？死神28这种小角色，我能当命运吗？要是一个嘴里长刀子的家伙，很好，不行，你是一个死神，也只能是死神。Welcome to your new job. 哇，日照县葡萄酒产区的新监督员，感觉好厉害哦！嗨嘟嘟嘟，你是不是又要准备下班了？选出一些人类去死都是一件很基础的工作。有钱拿吗？准确度发放，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遵照任务在档案中标记生死，但如果你不按照规矩来，就别想要大脑钱。有点像 Pepper Please 那种感觉，在2个小时，恭喜你。区间车，哦，是区间车，我以为是捷运诶，我又记错了，哈哈。我应该在哪里工作？好的，今天表现会列入7天试用期，评估有钱吗？我想当那只猫。这是什么？这里有哦，好，我可以与异世界的声音沟通来帮助我做出决定。你们就是那些异世界的。哇，我有手机耶，我还有笔，打开我。这什么？欢迎你，死神！看见桌上脏乱的个人档案了吗？这些人正徘徊在鬼门关，你的职责就是决定他们的去留。鉴于你是第一天上班，首先给你一点时间适应新工作，所以今天的任务没有什么复杂规则和困难抉择。今日任务，处死一个人。好哦，做好决定之后，传真发给我就好。助手日向刚愉快 ，fit。而且还给我那个，这什么？这里还有酒吧。我好好奇还，这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周一醉方休，科尔伯洛斯。OK，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放在旁边。这什么抽屉？放在里面。这什么？这里是不重要的，可以放在里面。不重要的，今天的指示，我觉得还蛮……哎，这什么？它这个有点坏掉哎。好，哎，我知道了啦！我刚刚以为这是对话框，这是 Twitch 的那个 logo 嘞，我现在才看到，哎，好好笑，好可爱哦。OK， 这边有两个人，我要怎么看？可以对比吗？可以耶，这样哦。两个人，一个是55岁的桑榆弗拉克店主，由于本地杂货店卖的香料种类只有寥寥数几种。
桑榆就索性自己开了一间调味料小店，好酷哦！品种丰富，还有特色烹饪食材，现在居民可以用各式各地的调味料来做菜了啊！这位是马蒂莫奥39岁，总而言之就是这样。马蒂莫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农夫，养殖的是酵母跟细菌，目标是让微生物生成脂肪、蛋白质和糖。我要怎么去判断谁要生谁要死的啊？我要怎么判断？这边有一些什么指示吗？还是就随便我搞？以制造实验室生产级别的牛奶，什么意思啊？哦，微生物生成脂肪、蛋白和糖，所以嘞，不要温和的走进那个凉夜，什么意思？所以你会死去？我不懂哎，我现在开了，你们现在可以投票了。哦，我要点，你们才可以投。好像十秒也太短了。好，你们再打一次。十秒是不是偏短？好，我们选项改一下。三十秒给你们打字。两个都苟利吗？哦，有啊，有改欸。现在也只有一个人啦，有欸。好好好，两个都苟利吗？没有回头路了。为什么这个变成英文？对，你好，所以什么意思？你要确认选择吗？我是，欸，他真的没有教学欸。哦，死神也不收，慈悲为怀，放下屠刀，在一个工作日内放过所有人。我要笑死，所以是什么意思？我还是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啊？哦，命运的办公室，单人宿舍。我想来这边。哦，不行，看来我是不行的。Oh, 今天太棒了，放过了所有人。我很茫然。Okay.但是你不能放过每个人，看让他们活下去是有代价的。即使你无法预见后果，我们的每个选择都会遭致严重的灾难。这就是你需要我的原因。相信我，我会引导你一起造福人类。抱歉，我搞砸了。I am glad the choices will only get harder from now on. You are to 用印有骷髅标记的笔。每天的具体工作要求都会标注在信上，不难理解吧？这好，在那边，嘉玲是谁？我不想结束今天，我想要继续工作。啊，我可以来这边喝吗？我还不行哦。为什么？杰，哇哦！这个是橡皮擦哎，罗比说。I am Mortimer, the famous, nay, infamous quartermaster. Why, even as I have grown most humble with age, 记得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我记得我当年怎样怎样，酷哦。Browse at your will. 是什么？是橡皮擦，只能使用一次，也太废了吧。没钱，拍谁？这是最下面的，这是什么地方？哦，这个也是。嗨，猫飞，好吧，我们只能回家睡觉了。苦哦。
又要去工作了。哎，有人被约谈哎，好菜哦。你好啊，死神，希望你已经适应了所有新工作。以下是谁？对你来说轻而易举，处死一个 IT 背景的人，你们小心一点。周末营业哦，昨天不是周末是不是？昨天是什么时候？看一下我的手机。数位先驱格斗游戏开发商工具间宣布了即将到来的《侠盗猎魂手》的新联赛《每日月报》。每日月报，是它到底是月报还是日报？今天一起来看，王牌飞行员将举办精彩炫酷的飞行表演。全球运输公司的创始人表示 ，AI 技术即将有重大突破。哎、欸，它这边的那个物件会跟着移动、欸，哎，你看哦、喔，你看，我可以把它透过去把它那个 ，you know， 你懂我的意思吗？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来处死一个。哦，我昨天是不是说要处死一个人？但是我没有处死一个人，我忘记处死一个人了啦，真糟糕哎、欸。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 IT 架构师大卫加冯，大卫是全球运输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生产高科技。产品，例如智慧手表跟数位家庭助理。过去的五年中，大卫一直都是高科技，都是演算法跟人工智慧研究的最主要支持者。啊，我们要处死他吗？空军上尉凯文在麦金泰尔空军基地出生并长大。哈，怎么能在基地长？出生了，好酷哦！就是他的妈妈也是军人，很享受驾驶战斗机在爆炸中飞驰的感觉。机枪横排扫射的惊心动魄与紧张感。凯文将时间都花在了工作和照顾家庭上，几乎没有时间去追求爱好。这样可以画，好酷哦！雷科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以八次获得《侠盗猎魂手》的冠军头衔，基本上就是上述格斗游戏中的世界第一强。由于年龄原因，挂号退役后转职成为赛评兼教练。自己人。没有追求爱好，过得生不如死，还是死一死好了。笑死你！可以这样子吗？哎，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处死一个 IT 背景的嘛？好啦，就是你啦，你也是唯一一个 IT 背景。IT 背景，哎，我们这手机有点烂烂的。哦，他们今天的那个都是跟他们有关欸。好啦，那你们就活下来吧，加油！你走开！哎、欸，我竟然不能把笔放下来。是不能回复欸，不要再问我了，你会死去。拜拜。好，我要去背那个，去背 review 了，好可怕哦。Grim, how was the set? 很好。Good. So, 我有啊。Great. Continue the good work. 别让困难抉择压垮你。好。Great indeed. Rest well. 喵噜，好可爱的猫哦。加300元，可以喝酒了吗？还不行。
我一直会忘记我的那个办公室在哪。读这个，我有钱欸，是我的钱钱在哭泣吗？成绩爆小，厨师两个人，经过两天你应该知道。欸，为什么？什么声音？为什么？为什么受不了？而且为什么会有一些一粒一粒的东西？不要再发疯了。今天没有什么要求，厨师两个人。好的。成绩爆少，每日月报。过去几年，直到现今的数位运动员是什么？科技兄弟研究发现，按键混搭不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乌鸦新闻，花式飞行的演出让政府开始重视，并增加对多功能战斗机研究的资金。由于飞行载具各方面表现逊色，导致研究困难。乌鸦新闻，全球运输工具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在家中死亡，死亡原因为药物过量。哇，吃太多。调查员在过时技术巫师的家中找到了建立大规模监视系统的计划。技术巫师是谁啊？是你们其中一个人吗？技术巫师，这一位是 Deep Pistol， 仅仅如此，总是尽全力在客户需求想法取得平衡。好，我先想想，虽然只有29岁，却已经是一个成绩斐然的知名律师。最有名的案例是让受害者家庭向杀害其儿子的醉酒司机支付赔偿金，因为西亚拉总是会发现案例中的漏洞，借此发挥让自己的话变得相当有说服。什么意思啊？受害者家庭向杀害其儿子的醉酒司机支付赔偿金，也就是说，受害者家庭向醉酒司机支付赔偿金。赔偿金，我觉得你应该要去死，有没有啊？李耀从政已有40余年。那时一直在努力放松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尽管没有人找到适当的证据，但谣言指出李耀受到许多房地产经纪公司行贿。你先在这里，我身影于夜，等着手刃那些吸血者。治安员是什么？艾尔文对当局无数次说道，此人自称是吸血鬼猎人，哇靠，是个鸡巴人欸，问就是送他们下去，没错。保卫人类远离夜中阴影的骚扰，但真的有吸血鬼吗？答案可能会吓到你，当然没有，因为都被杀掉了吗？飞行员哥伦巴是一位杰出的退役军人，如今是备受尊敬的客机驾驶员。婚姻很幸福，有5个孩子，还对宗教建筑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我怎么觉得他现在准备要死，是不是现在在坠机啊 ？Oh my god！ 我觉得你还是先活着好了。等一下我看一下哦，我想要看一下他们有写到他们，没有什么酷东西。这个声好了，我觉得那两个人应该是 OK 的。是谁？总承包商建造房屋也就仅仅如此，总是尽全力在客户需求跟建筑师的实验想法之间寻求平衡。先是还喜欢雕刻一些小玩意，反正今天是两个人死嘛，就刚好你们两个。不错吧？是不是不错？这是文字游戏吗？算吧，可是他好像是，我不知道他只有给我一些任务，但他没有跟我讲评判的标准是什么。Grim, my latest spawn. 3 days. 从早到晚都觉得好饿，怎么会这样 ？How do you? Excellent. That is now. Right.
that really is not much. 哦，我可以离开了，谢谢。每天主管都会 review， 不觉得压力很大吗？我想买东西了，可是我想要，算了，我觉得存一点钱去买酒好了，就跟我现在一样。哼，有侠盗猎魂手哎，肯定是赌博游戏吧。今天好像可以去喝一下，不是去喝一下，今天好像可以开一瓶来喝喝看。做你的工作，他们竟然是直接发欸。工作之余有看过窗外的天气变化，我要怎么看啊，大哥？愁云惨淡的气氛正好掩映了我心中的悲凉。以下是今天初十三个人，日复一日，人生无常。OK， 来看一下。乌鸦新闻，由于飞行员的技术娴熟，所有人都在飞机失事中幸存下来。你看，就是我刚刚救了他们，是不是？因为他是个机师。当地政客被汽车撞死，警方不排除谋杀的可能性。Colin， 残酷的讽刺。著名的律师西亚拉洛佩兹死于一场酒驾车祸，肇事逃逸司机是此人以前帮助过的客户。你看，是不是？吸血鬼猎人用木桩，哇！我少杀了一个人，因为有个白痴。吸血鬼猎人用木桩袭击午夜慢跑路人的胸部，靠北！抱歉了，路人。已经，我觉得那个路人是其中一个，我把他救回来。抱歉，拍谁？异文类聚。龙头画廊举办了一场精致的木质雕像展。顾问，这是新的黑魔法吗？英勇无惧的潜队潜入深海，木质雕像展，是不是我刚刚救的其中一个人？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是慢跑的。今天要处死三个人，有点太多了哎。但是为什么呢？有没有慢跑者？有没有人在慢跑？看一下，先来看一下有没有慢跑。OK， 看起来没有人快要死掉，没有人因为慢跑快要死掉，这么罪有应得，这样好吗？你说谁？你说那个律师吗？好，餐厅后勤24岁，夏尼在餐厅负责采买食材，营业时间后负责打扫厨房。虽然工作一成不变，但为了付大学学费，这点不算什么。毕竟此人自幼父母双亡，早就习惯吃苦。你知道每次看那种游戏，我都会想很多，想说他父母伤亡是不是他自己杀的？我都是想很多，觉得他们这些人在做游戏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阴谋论。好辛苦啊！他怎么快死了？先让他活着好了，我先等看有没有坏人。安德森已经拯救好几间濒临破产，他跟蝙蝠侠的差距只有钱，很多钱，对。但有间公司怎么样就救不起来，还是自己老婆的 DVD 跟 CD 出租店。这间店从头到尾所做的决策都错得离谱，一路错到破产。那是不是他故意的啊？青少年的伊芙琳读过许多安瓦尔·朱尔斯的奇幻冒险小说，受小说《少年指挥官》的启发，此人也决心成为一名潜艇指挥官，指挥海下那自由穿梭的大大小小舰队。等一下，是不是有个舰队在干嘛？英勇无惧的舰队潜入深海，我觉得你还是活着好了。感觉你如果不活着，你会死，大家都一起死。好，这边有另外一个 IC 是专业专案顾问，也被称为顾问，什么意思？太多冗字了吧？负责帮公司找到各种可以操控的模糊地带，因此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平时喜欢喝茶、十字绣以及致力于粉碎父权制。死神，我一直在盯着你，你最好给这份档案的主人标记为生。靠北还可以这样子哦？好吧，你都说生了，那其他人都要去死了不是吗？你不早说，我先放旁边。官僚体制，
踏地在成招的快乐农场中，农场中快乐成长。毕业后决定追寻音乐之梦，最终在业界打响名声，成为一位保有盛誉的作词歌手。一次突发中风后，由于病魔长久缠身，词人的手指再也不能灵巧活动，意识也一天天一点点的不受自己的控制，悄然消逝。只希望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能尽快解脱。哦 ，OK， 好，我让你解脱。所以说，你们好吧，我们要三个人死，也只能这样啦。这个人要生哦，好吧，那就只好其他人都死啦，对吧？想看一下那个走向会发生什么事。你还遵守了我的小标注，我对你的细心给予赞赏，谢谢。中层经理什么意思？ Anyway, I'm quite busy tonight, so you can go. Until tomorrow. 所以我们到底可以什么时候可以喝酒啊？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在里面？我也想进去。这个好可爱哦。这个好漂亮哦，最甜蜜英俊的姿势。哎，原来他会这个会变哦。哇，没有我喜欢的，拜。原来每天都会变，现在才知道。好，我好多钱哦，收钱喽。来看一下。做得好，你终于专心工作了。我们可不允许员工工作时打瞌睡或开小差，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拖垮整间公司运作。今天要处死两个人，放过自然科学背景的人。OK， 好，放过自然科学背景。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发生什么事。公司倒闭，朝重创巧克力制造和贸易产业，市场上的巧克力开始供不应求。昨天发生的事情竟然没有出现，好吧？他说什么？什么科学？自然科学背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自然科学背景？啊，我要处死几个人？我又忘了，完蛋了，我的脑袋。两个人 ，OK。放过自然科学背景。自然科学，地质学家，并相信自己能够发明。微型蒸汽机能够发明出微型蒸汽机驱动的列车。自然科学是像什么？像这种吗？网络工程师格温德林不确定自己的网络工程师的职涯是何时停滞不前的。这绝对不是此人梦寐以求的职业与生活，但此人依旧很满足于现状，因为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少年时代，亨瑞用笔戳了自己的同学。那一刻，此人明白这辈子自己就只能以书为友。什么意思？因为真人不能像书，能用笔随便戳，是把人家戳死吗？海波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脾气暴躁，怨气满腹，讨厌地球上的一切，并且发誓要让每个人都活得生不如死。海波的魔掌无人可以信任，那感觉就是性侵犯啊！对不起，我以貌取人，我很抱歉。十多年来，也阿雅莎透过哇，她是黑皮辣妹，一台专业望远镜的镜头注视着宇宙里的恒星。随着证据一一浮现，此人越来越确信，整个世界是某种未知力量模拟出来的产物，零和一交织重现的复制品。迈克尔在四岁时就展露了音乐神童的天分，毫不费力就能够完整任何乐器。近期此人还加入了 Fine Art 工作室，创作了很多洗脑的音乐作品，大部分是电脑游戏的音乐。感觉好厉害哦，感觉他活着。这两个很疯哎，可不，人家是纳美人。这飞机怎么知道是黑皮？因为他很黑啊。
你看其他人都这样子，他不是比较黑吗？好吧，自然科学是指什么？是指这种吗？自然科学的定义是什么啊？地科吗？等一下汤猫就会回我，就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研究大自然中有机与无机的事物和现象的科学，包含天文、物理、化学、地科、生物学。哦，哦，那就是这个嘛，这个要活着嘛，对吧？因为他是地质学家，然后天文也是这个嘛，研究调酒。哎，对啊，调酒也是酿酒，酿啤酒也是自然科学。你看，小麦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啤酒花也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酿酒没有一个东西，然后又中间又像又与发酵啊一堆，讲不出来。你看，这是酿酒是人类与大自然互动得出的产物。嗯，我想要喝水，然后我要讲话，就刚刚不小心喷出来。所以这个是怎样？这个也是让他活着好了。这个人要让他活着吗？活着吧。这个人很怪。我想知道他们后面的那些。What a day. Good. Anyway, Grim. 5 days you have been with us. How does it feel to make the difficult choices? 我蛮乐在其中的。I told you. 真的。But think of the humans. 目前的审判方式管理人类还算合理吗？不太合理，难道其实还有其他方法吗？或许能试试。算了，即使我在这工作好一阵子，也想不出替代方案。你在人类不知情的情况下任意操控他们的生死，难道你都没有罪恶感吗？不过毕竟是你雇用我做这行，给我指派任务，让我照葫芦画瓢。对啊，是你操控他们生死，是命运操控他们生死，不是死亡操控他们生死。True enough. 没错，就是这样。拜拜。I do apologize. 为什么？都将人称为此人，没有青少年、小鬼头不关我们管。They are countless, infinite, close enough. Anything else? Not at all. 每个人的生死不是都会影响世界吗 in all, ？And in none, yet.Humans have some free will. The life-threatening situation. 决定和行动，所以会出现在我的工作桌上。OK. 我们并不是依照物种或基因的组成方式来筛选名单。哦。Minimal.Everyone you assess is 审判的每个人都是人类，除非审核名单出现重大错误。Anything else? Absolutely. Even plus. 植物也有专属的部门。Yes, there is a Anything else? Technically, kind of. Wow. Anything else? Right. It has been. 发人深省。笑死。又是300元。我可以买酒了吗？周末了没？还没。唉，我一定要买一些可以加快我。哇哦，这是什么？一共28天，顺便年鉴。哦，这边是没有东西，被人家买走了。甜甜谷，甜甜头谷，好可爱。好吧，我还是想买酒。什么时候可以进去啊？好问的死神，第一次与命运谈话时问完所有问题啊啊！不是，我以为那个会改啊，我马上就一直问，
一次把它问完啊。先收钱钱。早安，死神，现在是属于你我风雨飘摇的动荡时刻，我应该提醒过你这份工作有点棘手的难题吧。除此六个人，这边才八个耶，至少包含两个60岁及以上的人，包含所有金融背景的人员。哇，各位，未来科技宇宙学家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文章，论述整个宇宙都是一种类比演算法。科学界对此说法感到莫名其妙，却又震惊不已。一名文学评论家无意间用钢笔刺伤自己，而后，这里可以用而后吗？死于血液中毒。大都会脾气最差的老人已经去世，但此人仍然有办法使每个人都生活不如意。IT 公司正在处理因员工粗心造成大量资料外泄而衍生的诉讼。哦，竟然。请问是那位超级废要养活全家的 IT 人员吗？一文类聚，本月最佳专辑回顾，麦克尔兰德的果园，专辑绝妙的展现了一首难忘的和声之乐。逃漏税问题或将导致政府机关删减基础建设之预算。哇，金融背景的小心点。好吧，所以六个人只要是金融背景的都要处死。安格尼斯的工作是代表政府啊，税务人员呢，真是个不受欢迎的工作，每天都会有人对着自己喊叫。但安格尼斯、艾格尼斯还是得维护自己，大家有享用公共设施的权利，像公路啊、路灯等等。处死六个人，至少包含两个60岁以上的人。如果60岁以上只有两个人的话，那就好办了。八七五四，二十岁，这个是什么？德势什么？年事已高，由于经济精力不济，我今天怎么了？工作能力逐渐下降，所以早在几年前就从退休员职位退休，熬过了数十年努力拼搏的苦日子，此人终于可以轻松享受生活，去实现自己开设色情艺术馆的梦想。去死！吉恩巴蒂斯特是一位退休的木匠，也是以前马利索拉半岛长期军事冲突的退伍军人。多年以来，此人不得不面对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症状 PTSD。 晚年生活里想通过绘画和创作忧郁的民歌来缓解这种情况，同时还成功经营着一家投资公司。这边有两个了，所以还剩四个。这里有一个金融背景的。好啦，我们要点你。这边最近赛夫屡屡受挫，生活中重重打击向此人疯狂袭来，其中之一是最近比赛中的表现不如预期，对了，此人最近对虚拟世界这个阴谋论越来越有兴趣了。这个我看一下。银行家巴兹是个有钱的银行家，已婚，育有二孩，跟自己伴侣的兄弟有一腿，被伴侣捉奸，一气之下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家出走。蛤？他被伴侣捉奸？什么意思？他被伴侣捉奸，然后他一气之下，你被捉奸，为什么你还可以一气之下？而伴侣的兄弟没多久后就自杀了，忽然间巴兹就穷的只剩下钱了。悲伤的巴兹搬到乡下的豪宅，在那边等待自己的爱人回来。啊，可是他兄弟不是自杀吗？哦，他的伴侣吗？所有金融背景嘛，那就是你一个，这样三个，还差一个。
还差两个，电脑科学。突然被世界模拟假说所吸引，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猜测。这两个人，加奈特热爱摄影、徒步旅行、绘画以及做手账，曾被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不过也找到了治疗方法。大多时候心情都不错，还经常在当地美术馆做志愿者。拉斯是一位广受赞誉的经济学家，是市场操纵方面的杰出专家。这样几个啊？一二三，这样才五个，还有谁？哦，还要再一个，不是那个金融背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所以只有两个人才可以活下来。这个大卫的专业是电脑科学，但是最近成绩一直在下滑。世界模拟假说。几个人，这两个人刚好都是对世界模拟假说有兴趣，然后最近都一直在生活中都是下滑的情况下，比赛不如预期，然后不然就是成绩一直下滑。这三个人，好吧，那你们来投票好了。你们来投一下，我来看要怎么投。不然就直接先问这个好了。这位加奈特，加奈特要活着还是要留着，还是狗带？这位加奈特维加纳，可是他最近找到了治疗方法，他心情还不错，他热爱摄影，他是位艺术家。狗带哦，虽然现在好像也只有你，好吧，你就是他啦。那其他两个人活着，好。又要再约谈一次了，我每天都要 review 吼，好累哦。啊 ，Grim， 今天外界混乱不堪，是我的问题吗 ？You seem to have performed adequately. How do you feel? Excellent. Let us hope these days. 啊，你觉得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难道是那个虚拟世界吗？难道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Interesting.有趣、有洞察力的倾向，可能在你的颅骨中嘎嘎作响。啊，所以怎么了？所以破产了吗？反正我还是有钱啊，不是我的问题，是你叫我做的。耶、yeah, ，我们终于可以去小酒馆了，各位 ，everybody， 是什么 ？Geist，Goose， 他叫 Goose。冷冽的寒气令人毛骨悚然，恐惧在周围弥漫，你仿佛被冻结原地。你想要什么？脑袋像柠檬的陌生面孔。他是猴子哎。你以前是谁？我们是幽灵，就是幽灵而已。我是一个幽灵的幽灵。
just have to be a... It's a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Eh, something else you want? I'm the janitor. 我会清理你造成的烂摊子，什么意思啊？哦、oh, ，他会掉，他会掉出来。笑死！我不能再跟他讲话了吗？我不能再跟他讲话了、欸，哎，好可惜哦、喔。你好，我是克尔，欢迎您光临。哦、oh, ，崭新出场，你看起来好像发生了编码或解析器错误，让我们回到工作。笑死，你看起来好像比较低画素、低画质。小游戏。按照你的答案制作一杯含有你个人特色的饮品，描述某种稀奇的场景，然后你说说你会怎么做。全球遭受了僵尸末日的打击，你被困在家里，物资很少，没有武器可以保护自己，你的策略是什么？嗨，海猫，被困在家里，物资很少，没有武器可以保护自己。寻找武器，变成僵尸和骑士入场景。既然我都是一个死神了，我应该没有什么好怕的吧？僵尸和骑士入场景同时上演，这有什么差别？Given the chance to level up one attribute of your character, which aspect would you increase? 皮包骨，笑死！镰刀，当然是武器要先最帅啊！ You see a turtle laying on its back, belly baking in the scorching sun. 他在翻身，你没有在帮忙，你为什么不帮忙？什么？我现在什么事情都要管的是吗？笑死！巨魔玉尸花，感觉好恶心。仙人掌、蘑菇全部都是一朵玫瑰，我喜欢一朵玫瑰。杀人推土机，在克尔的心理测试中测出一个侵略好斗的性格，我是侵略好斗吗？笑死！400ml的肉桂威士卡。听起来好好喝哦，这感觉我会喜欢喝哎，怎么会这样子？肉桂威士忌吗？听起来好好喝。威士卡是威士忌吗？怎么办？那感觉我会喜欢两百毫升的苹果汁跟一整颗酸橙，一点点辣酱跟酸柠檬苏打，然后再用焦糖肉桂这点缀。哦天哪，太对我的胃口了！天启之拳，好赞！我喜欢，我十分喜欢。点头致敬，我的头会不会掉下来？这饮品在唇齿间燃烧蔓延，像成千上万的太阳瞬间爆炸，凶猛勃发，毁灭的气息雷霆席卷，磨灭了无数的民族和文明，只剩下死亡跟灰烬。好赞！时空不由自主的扭曲变形，狂野的力量将世界收缩成一个起点。你是死神，不是无头骑士哦，说的也是，我记错了。这个感觉是我喜欢的，这简直就是一次地下无双的经历。有没有什么超棒？怎么还凑合？超常发挥，味道我还挺喜欢它的。啊，这很平淡吗？审计员，审计院，死神力资源部。Middle management. Many of the regular workers come. What else you got in mind?
我想喝一杯。啊，要钱？啊，天哪，这感觉好好喝哦！热极宇宙冰咖啡，一如往常是什么意思？神灵与关税。有致敬跟没致敬有差吗？小悠悠悠悠悠灵。Gus especially has, in truth, they've been. Besides, what else you got in mind? Thanks. 哼哼小猪。It's a bit of a hassle though. Keeps not. Go on, take one. Just make sure you feed it with some coins once in a while. You've been chatting to Gus. Besides, what else you got in mind? Au revoir, little reaper. 好可爱哦。好吧，我们得走了。这不是那个吗？那个，他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那个团 ，Green Day， 对吧 ？Green Day 的那个海报。就是拿着一颗手榴弹的心脏，那是叫 Green Day 吗？没有人理我，没关系。减300 Colin， 怎么有猪的声音？为什么会有猪的声音啊？来下面来看一下好了，小猪猪哎，硬币，死亡之舞，这是道具，没钱了啦。哎，我是不是上去看过他了？嗯，又要工作了。哇，我的小猪铺满，走开！我要先看我的小猪，我要放在这里。哈哈哈哈哈哈！嘿嘿，笑死。OK， 好，亡羊补牢，给你再加把劲。你可以无视当下的麻烦，但明天总会有新的问题等着你。厨师两个，放过那些帮助他人的人。哦，是发生什么事了？看一下，哇，感觉很嗨。当地一名男子因股市崩盘失去所有家庭储蓄而自杀，在金融市场。哎，不是啊，是你叫我不要放过所有金融背景的啊。金融市场毁灭性崩盘，备受信仰的金融大亨被怀疑自杀身亡。银行家贪腐，万事达银行官员因多年欺诈丑闻受警方调查。突如其来的飓风将前银行家豪宅摧毁殆尽。冉冉星星、前途无限的年轻拳击手赢得出道赛，并在访问中说道：“我找到了虚拟世界论的关键了，只要记得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模拟假说带来了两个新的信徒，科学家们很开心。当地美术馆闭馆。因为有个艺术家死了吧 ？OK， 厨师两个帮助那些好。当雷克多某次看到一个流氓用自动武器杀死一名行刺未遂的刺客时，决心加入军火贸易世界。此人认为武器和粮食一样重要。最近在亲眼目睹了自己手中贩售的军火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后，原来的信念开始动摇。流氓用自动武器杀死一名行刺未遂刺客时，先留着。纳迪尔是冷血政治的化身，为了权力无所不作，无论是背叛、欺骗还是谋杀，甚至是朋友。哦，啊，你先。
实况主播。作为一位后起之秀即将进军热门主播的罗德里哥，最近开始将讨论主题转向越来越奇特且晦涩的方向，总是动不动就开启类比世界假设的话题。虽然不是真的相信这个观点，但罗德里哥在这个想法中还是发现了一些优点。他怪怪的。安东尼奥是游戏开发领域的创新者，安东尼奥设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控制系统与玩家痛苦所关联，迷幻的画面表现令人上瘾的机制，我怎么觉得好像某几款游戏啊？适应玩家面部特征的难度级别，安东尼奥离突破只有一步之遥。他死了应该蛮多人很痛苦的吧？炸欺犯董事长，这个是可以当做职位吗？查理多年来都在帮自己的弟弟艾伯特大卫偷税漏税，此人还被指控进行黑箱交易及其他诈骗行为，目前住在市郊的豪宅中。他说什么？放过那些帮助他人的人？帮助人在逃漏税上帮助人吗？伊娃在加护病房担任护士，确保患者不会再受到更多的痛苦，因为亲眼目睹病人遭受病痛的折磨，所以极力提倡安乐死。此人厌倦了道德上的折磨，于是以怜悯的名义赐予这些病人名为死亡的礼物。当然没有征求病人意见，这样子可以吗？安内刚后。没有征求病人意见，好疯哦！这样子有在算帮助人家吗？好像不太像欸，我不太确定他说帮助人家的部分是什么。放过那些帮助他人的人。我觉得今天的人都可以不用放过啦。这样子有好吗？这样感觉不太好欸。帮助他人的人，这样子有算帮助他人吗？怎么传来了一个奇特的？哇，好吧，今天这些人哦，我不知道哎。处死两个人，这个没有征求病人意见，赐予病人名为死亡的礼物，感觉有点怪欸。十几个了，两个了。被指控黑箱交易及其他，好，就让你继续犯案吧。这个，去吧，孩子，让世界大乱吧。Welcome, Grim. It is the end of the week.Your performance review. 落花流水一套搞定，笑死。Interesting. I see the excellent. This bodes well. Yes. What about today? Oh, do not worry. 一切好转。Now, you have performed adequately. Oh, do not.
不要让成功蒙蔽你的头脑，笑死。You still have much to learn. One gets you as such, that is all. 哇，七天结束了耶，恭喜我。我这个社畜终于是成功的过了试用期。哎，今天也有酒馆耶。Need you cures for ailments or freaking ward off? 这什么？这是道具，这全部都是道具。这个好可爱哦，我买这个。Dear mate, you ever? 王明杰。Several never knew, but I will happily let the memory of me fellow buccaneers. 这个很可爱啊。Be carried by another. 怎么会有花啊？老板，这盆植物你什么时候搞来的 ？Hey now, Sonny, we don't belong to nobody. 好酷哦 ！Who told you about the plant? No one is. Forget what you heard, Sonny. No such thing. Anyway, there ain't nothing to tell. Who dares to hope? Not gonna lose any sleep over that. 拜托，就告诉我嘛，植物爷爷我，好可爱哦。Can we really? You're not gonna leave it, Sonny. It's just a regular. 忙得不可开交。What do you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植物遍布地球。More than humans, plants everywhere. We're real tired of. Is why we visit the Denons. 弱智问题，笑死。Here, the department is anything interesting.Anything else? Seeing as me, I'm Herbert. You know, Herbert, sort of like a Herter. 笑死。Herbert, 笑死。Good for you, my friend. Say hello. Hello, Tim. Tim's my partner. All root and the. 蜜蜂部门的蜂工，我快笑死了。Of course. Anything else? Okay.But you didn't hear this from us. If at some point you break your and these roots can rip the we are secretly seeding a cabal of plant worshippers who will summon the antediluvian monster. No, I'm or not in this lifetime. 好可爱哦。原来昨天是周六，今天是周日。You mean my favorite? They usually drop it on set. Personally, what else is there to say? Sure. What's your poison? 我们来喝个睡富海岸。Who doesn't love some accounting on the beach? Yeah, the calculator may get sandy, but so what?Au revoir, Little Reaper. 400 Colin 逻辑。哎，这什么？更衣室，我需要一面镜子。那我要去买镜子哦，是这么说吗？可是他没有卖镜子呢。你有卖镜子吗？没有。先去买东西吗？有没有镜子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I do provide ancient power. 小猫耳朵，我想要买猫耳，哎，好可爱哦！下面竟然有东西，可是我不能下去。死神收，距离入职已经整整一周了，我的天！处死三个人，尽量放过35岁到60之间的人。来看一下昨天发生了什么事。使用优惠代码 Steam World 即可75%的价格订阅我们的服务。铁血的政治家里奇死亡。内部消息透露，斯卡伦德准备将大量保护地出售给石油和天然气巨头。
当地医院的加护病房的存活率达到历史新高，干我要笑死，因为都被那些护士都被那个护士杀了。政治圈爆发巨额贿赂丑闻，政治游说财务改革为当务之急。游戏开发人员正在加班加点，让多感官丰富游戏功能生效。不过多数情况下，感觉就像是全身受虫爬满了，枪手后悔莫及。震撼黑社会大规模混战，犯罪突发内战爆发后，犯罪率创新低。好，三个人处死，然后放过35岁到60岁的人。好想主播，嗨。泰尔道会为老年人，尤其是行动不便的长者提供居家照顾，为了要克服潜意识中对死亡的恐惧，此人最近对于好友赛夫告诉自己的虚拟世界论越来越有兴趣了，好可怕！哎，忘记投钱钱了。哎，我的钱怎么不见了？装满小猪。为什么我的钱不见了？60岁，莫丘里天生丽质，才华横溢，凭着舌灿莲花，这位巧舌如簧的演说者可以说服任何人去做任何事。因此，莫丘里认为自己有成为一名激励人心的演说家的使命。近期，此人将宣教纳入了此人的工作范围。好可怕！先看一下，尽量放过，应该是不是指一定要放过吧？阿莱达是那种喜欢让学生尝试各种实验的化学老师、沟通者，其中有些实验还会发生大爆炸。大多数啊，感觉很危险呢，我要怎么放过他啊？66岁，兼职学者，乐于搜刮废弃物和零件制造自己的乐器，蛮酷的啊。要处死三个人，代表我今天只能留两个人呢。这太痛苦了吧。夏农是一位拾荒者，经常非法占据空房子，喜欢翻修废弃的建筑，粉刷一新后便与朋友一起住在其中。哪来的粉刷物？此人经常坐火车出游，平时还负责管理一片社区花园。可是他没有钱耶，怎么那个，我不懂，我不懂了，要处死三个人，这也太难了吧！尽量放过35岁到60岁之间的人，那不就代表，如果要放过他们，很难呢、欸。我只能放过他，66岁，他还不是35到60哎、欸。35岁到60就只有他们两个，我很不想要放过的人。我只能听他说的了吗？我也只能这样子了吧。可以超过 KPI 吧？可以超过啊，但是尽量放过。还是我可以改？我来不及改了。是可以超过啦，那他说尽量放过，算了，没关系，就这样吧。啊，生死由命啊，富贵在天，谢谢。只是游戏。必须离开。一些物理学家发现了一种未知且潜在的危险物质，他们打算在光谱仪中照射它。另一个员工会来替代我，即使你通过了评估，我也不能放任你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肆意妄为。Therefore, you will have to continue your daily reports as usual. Why? 帕丁顿夫人，哦，就是这只猫，可爱，喵。喵！啊，我怎么只加100块？
我今天没有做好吗？太气人了，我想去买我的镜子。为什么没有镜子？野兽之耳，我好气哦。初始三个植物，初始三颗植物，什么意思？代班植物部门的死神，三颗植物。好，来看一下，加入莫丘里的荣光之路吧，为寻求启示的人共同组成的荣光之路。科学教师借由一连串响亮且恼人的爆炸，引发了新一代年轻人。居家工作者离奇死亡，丰收节即将在几周内来临，快把你手中的巨无霸蔬菜带到现场参加大蔬菜健美。放手。OK， 好，这什么东西啊？青蒿。它这个竟然，他们的植物竟然是像素，超级像素版，好可爱哦。怎么会有植尾啊？一棵草孤零零的直立在大都会市中心的人行道旁。但他说出是几颗？三颗植物。今天有几颗？今天所以最多也只能活两颗，好吧？谁愿意献出小小爱心呢？啊，知道，没有什么用。失业，球形乔维巴巴，因为是植物，俗称滚动的母鸡和小鸡，是一种多肉植物，喜欢晒日光。日光浴，它生活在海边的岩石缝隙里，靠近海鸥巢，永远宁静，永远不动。它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例如不被瓜鸟吃掉，或暂时没有海鸥尖叫。好吧，不知道。北美红杉，国家象征，这个得活着吧，这个得活着。远在这片土地冒出人烟前，这棵苍天古树已经在大都会郊外的沃土上茁壮成长。他这一生荣获了五枚纪念匾额，牌匾啦，但已经随着他全部毁掉了。目前这片土地也因当地的建筑施工原因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不行哎、欸，2355岁的北美红杉，这个给我活着哦。红玫瑰模特儿欸，7532是一种柔嫩又娇艳欲滴的玫瑰灌木，它慵懒地摆在花店的橱窗上，急促不堪，期待它们继续移植到更宽敞的花盆，或暂时直接栽种在广袤土地上。我再想想，西葫芦南瓜好大一颗哦。西葫芦南瓜是一种巨型、体型巨大的南瓜，大约重半吨。它还在继续长大。健美运动员，现在它健康的长在本地一颗土地肥沃的农场。不久前，这个农场遭遇洪涝灾害，不少南瓜植株都被冲毁，损失惨重。153241跟我家字画好像，笑死。这个是不是要参加比赛的、啊？我要让他参加，你要给我赢哦！啊，这个就算了。好的，就是这样子，拜拜。我觉得植物比较好判欸。小猪铺满，有没有镜子？我想买镜子。啊，有镜子了。为什么我不能买这边的镜子啊？哦，什么？等一下，暗淡的反射镜。拜拜。我的那猪会直抠抠抠，抠抠抠，抠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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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你是谁？We are the exalted. We are death.
How does it feel? 你感觉怎么样？感觉还好吗？回见死神，这可真是一个回击的世界。蓝领，什么意思？哇，我有帽子。哇，我好可爱，好可爱。我要这样子砍掉他的脑袋，送葬者，进招财进宝，杀手，蓝领，商务精英。那我要当商务精英。嗯，经典款血族糖骷髅，这样可爱。可爱，可是这样会挡住我的花花哎、欸，还是这样吧。我真可爱，哎、欸，哦，我要去报告，都忘记了。猫，无视你的存在，你却从他的眼中读出焦虑。好可爱哦！你不用当，你已经是了。你做什么？你做猫吗？我没有，我不是商务精英。一封信件，植物部门终于恢复作业了，处死两个人。好的。来看一下本今天新闻，嗨。人行道两旁的草坪上，最后一棵小草枯萎，引发市政会紧急集思广益，期待为大都会再次带来一片绿意盎然。笑死！又一当地小企业陷入经济困境，花店破产关店。丰收节比赛特等奖得主为本地南瓜农，农民们表示这笔奖金能弥补洪灾对我们的损失，我们也能继续种地了。斯科鲁夫公司决定向抗议者妥协，接下来他们将铁路修建的选址远离这棵国民古树，并且保证遵守环境保护准则。军事工业跨产业集团在首位女执行长上台后，许多内部问题迎刃而解。恭喜，出事两个，今天只有两个，一半。为什么他生小猪了？不是，他为什么生小猪？怎么会有生小猪这种问题？那是小猪吗？西法尼亚目前是艾诺家族中最年轻的人，这个家族大概从100年就在经营西利守卫顾问公司，专门提供保全服务。随着时间推移，艾诺家族收购了多间工厂，转型成大型军火企业集团，并将公司名称改为诺日保全。迪米特里负责维护大都会中央大学的校园环境，长久下来认识了许多教授，耳濡目染听到不少关于模拟理论的哲学假说。吉尔曾经是个整天忧心忡忡的无业游民，哭丧着脸窝在家中，直到某天只能从伯祖父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生活就此改变。现在此人坐在赌场中躲避遗产税，心情只有一点悲伤了。什么意思？菲利普是一个举止怪异的混世魔王，经常捉弄自己的朋友们，或是操纵某些神秘仪式。此人还有一个个人名言：不要妨碍卡姆斯。谁啊？平时还会收集动物头骨，都是一群怪人欸，就感觉没什么怪怪的。这两个人感觉蛮正常的，就只是有点怪啊。这个是超怪，这个什么世界参数值降低二级，什么意思？什么是世界参数值？这个要去哪边看啊？什么是世界参数值？
完全没有跟我讲过那是什么东西耶，谢谢大哥。他有好多的成就，我现在才发现。爆笑，我刚不小心看到。看到一个厨师喜欢凤梨披萨的人，喜欢凤梨披萨也厨师吧，好好笑、哦。把办公桌上所有物品塞进抽屉，好好笑哦。哎、欸，我看到有个成就超好笑的，他真的很好笑，他写点击主画面的 Discord 按钮，然后你知道他那个成就的标题写下次一定，我觉得好好笑哦，发疯，好吧，哎，我忘记出字了，糟糕，哦哦，我也没得选了啊！哇，我忘记处死他了，下次一定。哇，有没有橡皮擦啊？我觉得我需要买橡皮擦。酱油超大颗，道具装扮。只有您已经做出选择啊！还要1200哎。否则什么也显示不了，可以提示任何藏匿发生处的啊，这感觉很酷耶，暴风雨中有难以辨认的图像，1200，这个1800我先1200好了，下次一定，完了，世界要灭亡了，好像很生气，完蛋了，做得不够好，好抱歉，阿咪。哇，没有钱，好可惜哦。不行，我还是要买。谁知道啊？你们的评断标准很怪哎。哇，我不能买。好吧，都怪我，抱歉。哈哈哈。On your own, you know, Faye, haven't you?You don't have what it takes. 你没有成功。You're a burning at the. Be seeing you. 你在工作，你在工位，都瞎忙什么了？至少处死7个人，至少包含2名宗教背景的人，尽量放过退休人员。哇，有一个红色的，这是怎样？啊！笑死！这个是红色的哎，我是指你姐3分钟会从精神时光屋出来看聊天室哈。我刚刚有跟她打招呼啊，我不是说嗨吗？迈克尔是一名勤恳的员工，好吧，死神似的，就是你听着，你怎么那么像工具人？坐在自己办公桌前，像无魂的机器一样审核着答案，是时候打破规则了。我要你杀了今天的所有人，全部的人都得死。接下来证明你不是个废物，好，死。拿豆给我去死！7个人，1、2、3、4、5、6、7、8，只有一个人活下来。不管，全部人都给我去死！啊，这个人很厉害哎，退休先生着好了，先活着。这个人去死！是什么？没有开过火？什么？侦察狙击手？考虑配偶会不会不忠？在练习之外，还从来没有开过火，太屌了！下台，下台。太阳教的领导者，怪人，异教徒。所有，他说什么？所有宗教背景的人。好，这什么？教派成员全部都给我过去。狗带前童星，好可怜哦，被叫前童，没有热情，没有爱。全部都给我。钟表匠。你这个怪人，
何谓道德？好，就是这样子，拜拜。欸，我忘记看新闻了 ，shit！ 哦，不，我忘记看新闻了，可以看新闻吗？我可以回去看新闻吗？这好像不能退后欸，完蛋了，哦，完了，我今天太生气了，我竟然没有去看新闻 ，no， shame on me。哦呦，我忘记看新闻了，我想看新闻。一丝皎洁的光芒，轻轻摇着尾巴，它似乎很高兴。什么鬼猫？无声的责备。什么东西？加300耶！我有钱了，花钱花钱！我要去买厉害的东西。啊！怎么没有了？道具道具，这什么？向您轰炸乐曲。我不要这个哦！怎么是烂东西？只能去睡觉了。我忘记。这是什么装扮道具？哎呦，怎么没有我要的？我有钱的时候没有我要的，我没钱的时候有我要的。那我把它全部塞进去。哦，这个也可以放哦。这个也可以放吗？全部都可以放哎。哇、wow, 啊这个也可以放吗？这个也可以放欸，嘻嘻嘻，好玩。好，他说什么？平息昨天的动乱，你懂得，在光鲜亮丽的成功背后，唉，处死三个人，放过所有法律背景的人。处死三个人，放过所有法律背景的人。好，远景突袭后发现前同心在荣光之路公社身亡，吸毒过量。荣光之路出现集体自杀，这都是异教徒。云层厚重的关系，太阳似乎越来越暗淡了。即便如此，太阳还是在我们的视线中。我们正往和平前进一步吗？好，所以什么意思？放过什么人员？法律背景。好，边境守卫。法律背景，法律背景是这个。建筑师八部，待业中。教区牧师，一心只想打伤孩子，满脑子不健康思想。怪人，盗墓者，人们将亲人跟贵重物品一起埋葬，而艾莉负责把贵重物品拿出来。漫游者，怪人，这个不太确定。非常易怒，也极度腐败，还倾向用暴力解决事情。法律背景，这不算法律背景吧？守卫。然后艾莉不是艾莉，艾米丽，完全生活在当下，早已忘记过去。跳现代舞、雕塑，然后待业中，自学成才的化学家，听起来有点危险。只能在当地夜总会尝试自己的新发明。鸦片药物与不同的物质混合，听起来超怪。放过所有法律背景的，
每次一到犯罪现场，玛丽安就管不住自己的嘴，时不时的蹦出一句伤口撒盐的双关笑话。为了节目效果，此人会伸出手慢慢摘下眼镜，环顾四周。这种行为不会干扰工作，好吧？这算有法律背景吗？不算吧，这里没有任何人有法律背景啊。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听起来真的很危险。上次有一个，你说被美术学院退学不收的那一位吗？法律背景，这算有法律背景吗？这个不太断，但真的要断，好像也有一点点边，但又不太有疑。算了。你没错，三个人，这个人反正也没做什么事情，就让他活吧。然后这一位，一丝不苟的牧师，相亲相爱，但是孩子只想打消孩子满脑子不健康思想，但最后也没这么干，就是把孩子赶出家门而已，好吧？就这样吧，三对三动。小猫咪，猫咪似乎睡着了，满意的转身离开了。除了向穷人征税，居然还要给有钱人减税，再附加其他福利，完全困惑的看着你。笑死，好长的字。理论上建筑师应该可以算法律背景，应该可以算。我也觉得，因为也要读啊，希望有一些酷东西。怎么又没有酷东西了？哦天哪，是每周才会换一次吗？上班，两点一线。哟，怎么会有那个脏脏的？今天是霉运日的23号，一个被世人误解诋毁的数字。我不理解这种迷信是如何跟数字关联起来的。除此三个人必须包含宗教背景的人员，放过所有艺术背景的人员。OK， 好，三个宗教背景。啊，我的东西嘞，前途似锦的年轻建筑师，著名的调查。说出了一个双关语，让可怕的嫌疑人突发心脏病，我要笑死。我的手机为什么上班的时候不是100%？我不懂。我怎么不可能？知道怎么办？这是什么隐藏？下次一定真的很好笑。欸，他的成就真的很多欸。好好笑哦。惹恼老板的猫，我要笑死。怎么搞？
传真机。把我的笔放好。我觉得我可以下班了。哇，翘班呢？Grim, are you there? 死神。Oh, Grim, must I really reiterate myself? You cannot allow all to live. Hello, Grim. Either way, this will be marked down as your second warning. There will not be many more. Huh.为什么要物理下班吗？笑死，直接下班，加零元，太过分了，臭猫咪。Avast ye, pursue the finest booty. 这什么？仙人掌？好可惜哟，我没有这个球，我没有钱，我差一点点。哎呦，怎么办？我没有钱，我差两百。就是因为今天没有赚到钱，我太难过了。欸，这是精灵吗？哦，还有新的人欸。这是幽灵吗？哼哼，年轻的死神。All the bits I've managed to catalog thus far. Did you know there is a lot of existence? More, but never mind. As you're talking to one of the...I'm happy to oblige. Much could be told. 哇，他们的文字很多哎。Suffice to say, the archive hold young spawn. 你的思想被无序和波动所贯穿，笑死！拜拜，我要去吃饭了。拜拜，那我要去吃饭了。哎，对，今天星期五哎，你们要去哪里吃啊？你们要出去吃哦。你等下去哪里？你在哪里？你要去打麦哦，问题很多。对，打麦吗？我问了那么多问题，然后你给我回答对，上数学课哦。Immeasurable, there's a lot to do. 没下雨吗？应该没吧。有下雨也没关系啊，还有专车接送。下雨完全不是问题，又不是上室外体育课。They rediscover old themes and ideas. Tons of fun. We also provide population data. Any other questions? 不然他这个年纪要怎么抵达？写着资讯的红色档案是你寄的吗？我希望那份档案上没有不恰当的复原。他怂恿我肆意破坏草菅人命，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Surely not. There may be another disillusioned work. I hope you didn't give in to your urge. 笑死！我希望你没有屈服于你的冲动，这只能显露出极端的消息。其他有过其他人吗？我当然没有，那是不合适的。我没有，那是不合适的。I hope so.It would be most inappropriate to read efficiently as far. Can I? Seems to me it gets bigger all the time. Do you have Theta 6-AAA? 这是什么东西 ？I doubt. Any up? Ah, our most venerable Tower of Drudgery. This place in particular. You think that's not very long, don't you? Fate had it commissioned. Found a couple of talented. Took some effort to find the spawn number one. They're not around anymore, though. Meticulous straight into the... I hope you enjoyed our talk. 哇，他的问题好多哦。I
hear it beckon. 哇，他头上长那个。Yes. 仙人掌的花。嗨，法兰克。死神28号。The name is Frank Whittle. Frank Whittle.Well, I used to be spawn number. Well, I wanted to stand up. Oh, yes. So pick one. Do you know about the butterfly? 天哪，这个人一定是。Yeah. 一定是超级超级多话。好吧，我想走了。我不是要来喝酒，我没有钱，拍谁？没有想到这款游戏我最喜欢的竟然是帮人家画上身还是死。今天工作结束后来我办公室，我们要回顾一下你的绩效评估。除此五个人，包含一个交通运输业的人员，从档案堆的左侧中筛选。左侧怎么从档案堆的左侧中筛选？什么意思啊？懂。有啥事？在5秒钟展示5种动作，预备起。什么？什么东西？应该不是在跟我讲话吧？我看。好，其中必须包含交通运输业。OK， 那就是你了。此人喜欢在高速行驶在大街小巷中，但此人开。叉车，所以也不会多快。什么是叉车？看一下，叉车是什么啊？哦，堆高机，但也是蛮危险的。危险呢？左侧，手握方向盘。没有9条命。1、2、3、4、5、6、7、8、9。待业将近10年，因为每次都遭到回绝。喜爱爱情喜剧片，在聊天时会引用台词。请问是那个《甄嬛传》吗？私人教练。退休贵族最后继承人，年纪轻轻，哇天哪，混吃等死哎！直升机飞行员，伐木工人，包含一个交通运输业，应该就是你了吧？可是他不是运输业，交通运输业是大众运输吗？还是只要有运输就好了，不用是人？好了，就是你了。这个也算是有运输吧，运人。所有燃料费都是花人民的纳税钱。什么叫做左侧中筛选？伐木工。小山猫，谁说没枪头就捅不死的？谁呢？什么哪里？阿谢克，伐木工。但偶尔会不小心的破坏，摧毁了成千上万只濒临灭绝的鸟类家园。哦，这个你这个不去死，我都放心不下。美法师，实验性，这有点危险。掘墓人，历来每早都会望着远方新的一天，新的罪人，然后每天开始迎接新的受害者尸体，好可怕！妈呀，今天的人超怪欸！今天很多很怪，他感觉很正常。爱上举重，也教那些如何正确健身，避免受伤。
布拉也开始投资儿童运动器材。好吧，活着好了，这个也不是什么一定要死的人，就活着吧。一二三四五，成了疯狂创新的实验场，毁誉参半，有的人非常满意，有些则气到头上冒烟。年纪轻轻就退休，你可以活着。啊，这个这样子，不错吧？一二三四五，赞啦！我要有钱钱了吗？称赞我吧，老板。I have returned. 我喜欢跟你聊天。Great. So, but before. Right. In essence, there is little. 独立思考的能力。Except perhaps for the. Of course, great care. 没有更重要的事吗？你真的没有想过以自己的方式做事吗？在你的头骨中是否有一丝独立的个性？ You are.Now, obviously, you might be granted a small bonus. 笑死！ No one can argue. 哎，五百，赞啦！是因为我杀了五个人吗 ？PUA in， 没错。我决定买一些厉害的东西。这是那个对讲机吗？看来不是。哎，我现在有钱可以买这个哎。同位成长令人惴惴不安，暴风雨中，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要拿来干嘛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不错。只有您已经做出选择并再次选择的时候，否则它也显示不了。什么意思啊？做出选择并再次选择的时候，什么意思？暴风雨中有着难以辨认的图像。买这个好了，我觉得很酷。Well, scuttle me clear, and they, what was so up after.She give maybe it was a I did die. 笑死 ，I did die. 没有钱啦。是什么？哦，我的办公室。好，我太期待明天了，不知道会做什么事。耶，是什么？这个不祥的东西试图告诉我什么？多余可能遭到歼灭。这边有人快死掉了，是这个意思吗？永无止境的暴风雨。好吧，应该是目前的那个吧。当地唯一的掘墓人去世后，尸体不断堆积。哦，原来那个是好的哦，我不能让他死，是不是？好吧。城市充满怪异恶臭，环境部长不能怪我。伐木公司老板因突发性心脏病去世，全部财产捐赠给某著名癌症基金会。您是否曾因为过多的内疚而引发心脏病？越来越多儿童开始健身，市场开销出现大笔余额，哼，预算评估出现大漏洞，政客们感到不解。鲁莽的铲车司机冲出悬崖，直坠山谷。OK， 好。处死六个人，至少包含三个科研背景的人，至少包含两个年龄为30岁以下的人。人类为何如此轻易腐化与堕落？上班小垃圾，去撸洗衣机算是一种健身吗？算。算是一种有氧，赚钱周末喝酒，对。好，我先放那边好了，不然我会忘记。要六个人，所以至少最多只有两个人可以活着。科学研究吗？你不是科学研究的，骗子艺术家。哇，竟然要把年轻的，哎。飞跃的羔羊，因为跑得又快又跳得又高，这不是那个吗？比赛的那个吗？飞跃的羔羊与飞人阿托，
在巡回赛中再次对决。但此人不知道的是，其实亚纳托利更想跟自己共进晚餐或看场电影。好啦，你活着吧。我先判为你活着好了，判你为活着。科研。至少包含三个科研背景。最初的计划是制造某种死亡射线，听起来好恐怖耶。迈克尔运营着一个叫伊森的账户，看起来像是自己的猫在写书评，在考虑要买另一只猫。有没有什么很怪的、啊？汪汪大队出去散步，或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开着自己那价值不菲老爷车到处兜风。菲利斯的公司山寨货的口号是“这个世界是假的”，诈欺犯、阴谋论者。防御道具好让消费者来抵挡来自虚假世界的多重攻击。原来会有茧哦。是什么意思？这边很多家啊，这边很多茧是什么意思？这边是什么意思啊？这边是木吗？是人，是不是不应该要剪？还是没有插？博朗索瓦斯。是个脾气暴躁的骗子。作为一个前政治家，花了很多年写满是糟粕跟废话的书籍。这些言行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真正痛苦迷惘的蝴蝶效应，而此人却赚得盆满钵满。这边竟然没有加了，是什么意思啊？这边是艺术的意思吗？这边还有一些星星，到底什么意思啊？多云可能都要歼灭，越来越不懂了。要六个人哦，两个年龄为30岁的，30岁以下，23，我挑一些可怜的孩子，30岁以下。这边都30岁以下的，这三个数学家。但此人也希望不要因为人气过高，自己偷税漏税的时机再被爬出来了。哇，22岁的数学家感觉好厉害哦。数学家 QQ， 生活的上一个真正的黑手党，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故事只是作家编造的。死人迟早会明白，没有荣誉守则，没有家庭关系，犯罪就是犯罪。犯罪的世界肮脏残忍，没有浪漫，没有浪漫。哇！一天之内，世界参数值至少增加2级，什么意思啊？所以是因为我判死了很多坏人吗？其实我看不懂哎，这是什么爱心树吗？和平歌看不太出来，就是它这边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也定个好了。OK， 就这样啦。六个，刚刚好。爱新觉罗，哼，笑死，谢谢。为了赚钱，我们玩到这边，等一下吃饭。你独自一人度过这一周，感觉怎么样？嗯，非常好。I see you have marked, honestly. Speaking of, yesterday marked a significant moment in your career. Are you content? Perhaps. 优秀的死神。Have you any questions? 我还是不明白，一天到底是多久？笑死。I am sure you did not think only 15. 小小十五天。Time is an infinite. Wow. 是一个多维时间和空间一个怎么说呢？交叉点吧。这就是直接因果如此难以计算的原因。What do you mean? Oh, nothing of the sort. Our data mark. We do not directly cause deaths. Or the. 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笑死。你是死亡的产物，我曾用不同的材料把你制作而成，从商店和一些地方。笑死，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吗？他的名字叫命运，他是我老板，他是我的头家，他给我薪水，我假一掏咯。就这样子，这是他的猫，叫做什么什么帕菲夫人还是什么，忘记了。我要去买一些酷东西，就是我想买这个，可惜我只有600块。好啦，你是我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没有错。读这个，要不要试试看更结构化的新审判标准？处置两个人。档案堆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人得死，笑死，这好废哦。来看一下昨天的末日研究员，末日将近，物理学家为了防止辐射外泄而牺牲自己，山寨货于是反虚假产品销售暴跌。世界真的是虚拟的吗？死于心脏病，达成共识，两人多年的恩怨情仇终于落下帷幕。一个受欢迎的猫猫 UP 主获得了全球运输公司的全新赞助，太酷了吧！你看现在这样的这种商有生灵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懂，这个一直在剪剪剪，这个不祥的东西。可是它现在不是红色的，不懂是什么意思。好吧，他说要整讲两个，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像小猪，不知道为什么又多了一只。第一个人，梅丽塔认为借助数学可以避免冲突发生。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位科学家决定在一个充满冲突的地方，一所学校进行一项实验。在闲置时间，梅丽塔滑雪，并用纸制成几何分形的 3D 模型。走，然后嘞，迪娜从小就喜欢与数字为伍，会计师这个工作就正好合适。他牢记税务法规，而且要求客户要好好纳税。要是有客户有勇气来问如何逃漏税的话，此人还是会开哄的。OK， 客户至上，风险投资人吉迪恩投资的科技产业取得重大成功，尤其是在新创公司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的期间，更是赚得盆满钵满。此人眼光独到，似乎很擅长找出潜力的公司。不错啊。泰斯，请问是做那个镜头的吗？钟爱速弹吉他独奏，柯文哲应该要聘请他。靠北，
越是技巧繁多的段落，越是巧妙的炫技，越让自己兴奋。手指在琴上如水面滑行的天鹅，不断的波动滑旋，速度是如此之快，甚至大多数摄影镜头都无法捕捉那飞舞的动作。快，还要再更快，快，还要再更快。蔡斯是所有心怀梦想的年轻吉他手的偶像。OK。啊，我应该按死的啦，这样他才是传奇啊，不是吗？错了啦，错了啦，我错了，我错了，这可以改吗？我应该去买橡皮擦。既然要当传奇，那应该要现在就去，现在就死了才会是传奇。摩多哈亚库，我错了，对不起，蔡斯，我不小心让你活的，你不能当传奇的。Shit， 为什么那边是茧啊？经典永流传。对啊，啊，怎么又被扣了？那这个活着好了，这样有好一点吗？感觉没有，算了。我要被老板骂了 ，whatever， 我只是打工仔。Green, should I become a writer? I could write many compelling works of fiction.Why not? 为什么不呢？你标记的死亡人数比你需要标记的数量少，我必须给你记过。你不是说我要有独立思考吗？所以我如果没有标到两个的话，我就会没有钱呢，好可悲哦。然后这时候又遇到我想买的东西，这是中版。经典永流传，好吧，没有关系，我们再接再厉，我们先存档，然后先吃个饭，等等再回来玩。独立思考是叫你主动做事，不是叫你不做事。写考那时候就符合他要的要求啊，然后之后说怎么办，挫赛，主管下了错误的指令，我照做了，然后跟我说你需要独立思考，现在我独立思考了，然后他跟我说。然后他跟我说：“你怎么这样子？不行，不给你钱。怎么让那么少的人死掉？”啊，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活着啊。还有那个快，还要再更快。我跟你讲，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我不小心把蔡司让他活下来了，他没有办法经典永流传了。先去吃饭了啦，大家。好啦，待会见。可是待会要继续玩还是要喝酒？你们觉得嘞？你们觉得如何？我们最近还蛮多人来住的哎。今天本来要有一个，但是后来他好像因为附近没有停车场，所以就没有。明天会有一个来，然后月营是下礼拜嘛，然后下礼拜，然后还有什么？10月1号的时候会有一个人连续住7天6夜到10月7号。然后，但十月目前就这样子而已。然后11月23号、24号那个礼拜有人来住一天一个晚上啦。然后11月30号也有一个人来住一个晚上。然后12月则是有一个人来住4天3夜。就这样。目前是这样子。LAN party 那个礼拜，我们应该先把它锁起来。如果有人要来住的话，我们应该就不会接线上的，就是 Airbnb 上面的。如果有人来住的话，就跟我们说，就是以朋友为主，因为那几天我们要去参加那个Ultra， 所以应该会比较忙。就不想要接那种Airbnb， 好吧，这么猛，还好吧，又不是连续每个礼拜都有。我觉得理想是至少多添一点，再多添一点，这样子，至应该说至少要可以 cover 我们那间房子的钱。老板的意思是叫你独立思考，用同样的薪水做更多的事情，赞啦！
好的，那么晚点就还是喝个酒好了，很久没喝了，因为接下来回去高雄，我应该也不会特别开啤酒吧。好啦，大家待会见，拜。日租单价高，应该有机会回本吧？有啊，可以回本啊，但我刚刚没有说不能回本啊。但是应该说，我刚刚的意思是，虽然感觉听起来很多天，但其实还没有回本的意思。因为一个晚上哦，这刚好是我们其实下一个晚上是订900。然后这几天，因为我们才刚丢，我们怕没有人来，所以我们其实有，Airbnb 有问我们要不要进行一些促销活动，所以我们就是有打那种打折，那这样子平均打折下来，一个人差不多一天一个晚上啊，不是一天一个晚上，一个晚上是差不多600多块。我们收到的话，不是实收，因为之后还会扣手续费跟税，但是就是差不多一个人花在住宿是那一间房间是600多块，然后再加给 Airbnb 他们平台的手续费、服务费那些，那不是给我们的，这样加一加应该也差也是600多啦，因为它没有很高，就是600多块，就这样。然后我们有算过，就是如果要可以打平的话，大概需要，一个月大概要需要出租几个晚上，我没有算过，那现在还没有到，所以再看看啦，因为才刚开始而已，而且我们本来就是没有要赚，只是希望可以少花少付钱，就这样子。平台抽水，对啊，毕竟他们也是给蛮多的曝光，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礼拜才放上去，是这个礼拜吗？这个我们是这礼拜放的吗？我放在哪里啊？应该是屡试不爽吧。哦，我9月8号放的，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天，对对对，上个礼拜天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吃品都，然后就对啊，是放到这边。就前面其实有，我刚刚讲的是已经确定、已经下定的，那当然不排除他们可能会取消，但是已经确定、已经定了。那还有其他有先来询问能不能租的，那些人还没有下定，我就没有特别写在我的本子上。好啦，就先这样子啦，大家再见啦，拜。